跟他台机器卖多少钱啊？机器啊？我们工程那天问你那个机器多少钱？机器那台哈？啊，三万呢、啊，是吧？老板，我问了那个机器哈、哦，四万。减一点呢、啊，减一点。好，减啊。我老板嫌贵嘞，叫你减一点呢、啊。好了，两万五了，两万五了，两万五、啊，两万五了。有有，老板 啊，那个人他说他讲错，不是四万，是五万。哇，这么贵，五万啊？有五万。好，我等一下，恐分两万五啊。两万五喽。恐分两万五、啊。老板，我 check 了，他恐分嘛五万，不能够减。啊，买一台啊。买一台啊，啊，有有。我老板说太贵了，你哦，这种东西我们买，你们没有人买了，要就一万，不然就不要了，有。两万五还减到一万啊，你喜欢啊 ？OK 了 ，OK 了 ，on 了 ，on 了 ，on 了一万了哈。on 了，有有有。你看，你看，这边一万哦，这边五万哦，四万哦，有。哎，有。其实哦，这个老板就是最讨厌这样的员工，请到这样的员工真的是很痛心，而且倒八辈子霉。这个还是一手哦，一手赚的。如果 always 里面啊。要买一件东西要经过很多手哦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呦呦呦！哎呀，老板，你帮我签那个电脑软件卖多少钱，然后回来跟我报告。啊，电脑软件啊，主任，去问看电脑软件多少钱，跟我讲。是，组长。是。去检查一下那电脑软件是多的价钱是多少，然后告诉我。哦，行，去检查那个电脑软件多少钱。Mr. Neil， 你的电脑软件多少钱？你是说那个 model 的哈？对那个一套一百啦。一套一百。我知道了，组长。一百二十块。一百二十块。对对对。组长啊，我已经查好了三百块。组长，我都查好了，五百块。OK， 老板，我再聊了那个软件，对不对？一套啊，五千。一套好了，你看，是不是刚才是一手而已？这个这么多手，一百块，混，变成五千。你说老板又引到这样的员工，是不是又捶心肝又痛心？这个还是非常的小事啊。最重要就是说，有一些老板哦，最怕一种员工，这种员工就是他不贪污的，他不要钱。但他利用他的职权来 enjoy 个人的享受。我以前在 office 哦，就碰到一个这样的员工，他不要跟你讲钱，他不贪污，但是他很厉害，有。啊，哎呀呀，你们呢？公司要担待那个 project 啊，很多人在担待嘞。哎呀，不过啊，我照顾你啦。对，所以我老板哦，他叫我来，他说哈、这个既然你是这样安排，能不能这个 project 签一下哈、签一下，这个签是应该签的啦，这怎么可以哦？对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件事情 我家电视机坏了啦。电视机坏了。对。啊，我。哎呀，电视机坏小事啦。干嘛？等一下下班你家就有一个电视机了。不要啦！你现在说我贪污，不要！不要用贪污这个字，多敏感！不是，你要48寸的，要不要？还是 projector？ 我现在也要 projector。不要！不要48寸 projector， 好不好？马上，等一下就有了。真的，这样我不是贪污嘞？不是啦，这个大家互惠。是啦，我安排签一下。哎呀，我想起很久没有唱卡拉 OK 了。卡拉 OK， 奇怪，我现在喉咙也是很想唱，我们一起唱卡拉 OK 的。应该的嘛，来，我开两瓶嘛。来，阿威啊。阿威，这卡拉 OK 不错。卡拉 OK 来了。来，三张椅子，这是卡拉 OK 啊。这是香肠，这是大厅。前面这大厅100多个位。这个卡拉 OK 还蛮简陋的啊。哪里，是，我们安排一下。签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唱这首歌。灿烂星空，谁是真的英雄？好心平凡的人。这样唱啊，不好玩的，没有东西的，你看。我知道。很闷啊，这样手没有。阿辉。阿辉安排嘞。美女来喽。哇。这个啊。看一下大哥。哎呀，你就是只会做人的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了。可是我觉得哦，这手啊很舒服了，可是这边抱一个油头这样哦。大哥呐，哎呀，我也明白，我也能够安排。阿辉呀，阿辉，美女来喽。还有啊，美女来，叫美女。这个是大学生，大学生啊。刚刚出来勾的。大学生啊，这个大学生好像毕业很久了啊。不要这样嘛！现在我这样两只手都很忙，你不要来吵我嘛！哎呀，来你摇一下啊！这样就可以了。谢谢。有，你看。
就是这样哦，我们公司就被赚了300多万了。但是有时候你讲起来，你说他贪污，他不是贪污，他没有贪污吗？但是你想，这样的员工，老板是不是很怕？有。哎，这是其中一种老板不大想请的员工，还有一种员工啊，在公司里面小小大大的贪，我们叫做贪污贪大钱，有小小的贪叫做贪很多小小的便宜的哟。我以前在 office 就有碰过这样的一个同事，哎呀，他好厉害哦，好厉害，叫做小小的贪，就我们来演给你看看，有。哎呀，真的是，你要知道哦。哎，好了，我你看，打从你升级做 supervisor， 我越吃越胖，没有办法，每天应酬啊，你看，人家误会以为已经9个月了，一直都不知道是杜兰呐。电话。喂，哎，老婆，哎，什么事啊？是啊，这样子啊，我懂了 ，OK 了，好了。嗯，哎，小妹，哎，有没有一些笔啊？好，对，哎，有没有炉呢？哎，对，你说什么？说没有了，有时候我 overtime 回家做，要拿公司的笔嘛，不能浪费嘛。不要骗我啦，你从来不回家做 overtime 的，电话来你就拿这些东西的。啊，老师跟你讲啦，学校开学了，还是要买笔哦，不要买嘛，这边拿嘛，方便嘛。对啊，一个月能够省多少钱家用啊？你不知道，结了婚就要省钱啊。哎，你升做啊？说不白说，你还做这样，等一下给人家看，笑死人家了。哎，接电话，接电话。好 ，Hello， 哎呀，什么？楼下吗？楼下自己去。好了。哎呀，阿谁啊？啊，什么事情？有没有搬那个厕所纸来？有。怎么拿高热量上厕所？啊，没。怎么拿一捆？拿整包来了。哎，上厕所一捆就够了吗？你屁股很大妹啊。这个，你哪这么多？周末没有了，我老婆打电话来，家里没有了。你过分了，你啊，做哎主任啊，偷拿回来路太丢脸了，你啊，是啊，不是说偷拿就顺便吗？对，电话。喂，什么？不够哈。OK 了，哎呀。哎呀，阿谁啊？啊，快点，三箱银子给我拿去车里。我家，什么工作？等一下，问这就好了。我家把地啊，人很多啊，不够了，随便借。反正啊，做不会浪费的吗？不是，半夜等一下老板回来看不到，老板回来之前我就先放回去吗？是不白痴。哎，电话。Hello， 啊，什么？快了。哎呀，现在这个，好了。哎呀。什么快了啊？要打了，要打回家，拿回家。这样，公司工作你怎么可以这样拿回去？你主任呢？你不是我女儿，她的那 computer game monitor 坏了，所以我说拿回去。他公司要上班，你这个半夜冲回来喽？有。我还以为，我还什么没有啦？哎呀，那个不一般 computer 回家。怎么？好了，没办法。谁啊？那个冰厨拿回家。哎，你搬冰厨回来？没有啦，爸弟啊，我家冰厨很多东西不够放啦，总搬一下没有关系啊，不会浪费，不会弄坏的啦。老板搬一个，哎，你听我。Hello， 呀，没有啦，那个 Jack 啊，做什么卖的？搬冰厨回家，这也做得出来啊。他打什么？哦，有，哈哈，哦，是啊，这样啊。好，有，哈哈，你们什么事啊？那个刚刚好，哎，刚才跟你说，把桌子搬走，搬去我家，搬去我家了啊！你不要太离谱啊！没有，你要上班的你，不是我家开把地，要不飞吗？不够长吗？要，我搬，你搬一步要带椅子、壁橱回来哦，顺便搬去我家把桌子顺便带回来。你，电话又来了啊！喂，啊什么啊？不可以啦，太离谱了啦！啊，哦，并没有什么东西聊啊。OK 了，太离谱了。要搬什么聊？哎呀，要搬什么？我家的墙壁破2个洞。